我明年没有来，我今天也是要感谢的。对，一定要啊，因为在这边，我觉得可以孕育很多，就是新加坡的一些音乐人这样子啊，但毕竟可能很多。很多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一些人才，而在这边表演才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新加坡是有很多很厉害的歌手，搞不好那个歌手2025呢，他们可以去踢馆，对，去救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给妈妈的歌，那如果是我的铁粉的话，都知道我专辑里面跟妈妈有关的歌不是很多，都悲伤的比较多，对不对？那当妈妈小孩都有在现场，我们不要唱那么 sad 的歌的。那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算我偶像的歌曲，对，爱剧里的子谦很喜欢。像蓝丝绒一样美丽，我为
就是这个。哦，谢谢。太辛苦哦，谢谢谢谢。给妈咪哦，直接你就直接给妈咪，没有了，没有，你都买了，对对对对。